秉持公正、公平、正义，为实现人权提供更加有效的合作平台。我们要反对打着人权幌子干涉别国的内政，遏制别国的发展，反对把人权问题政治化、工具化、意识形态化，反对把自己的价值观和模式强加于人，搞党同伐异的小圈子。人权理事会等多边人权机构应秉持公正、客观、非选择性、非政治化的原则来开展工作，及时纠正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人权机制代表性不足的状况，让联合国人权系统真正成为各方对话合作的舞台，而不是对抗施压的角斗场，为国际人权事业的发展持续注入更多的正能量。